thank mm -hmm. 开本子，一百九十八页或一面。本子一百九十八页或一面，请看着第三行，第三行，若尔佛子。 菩提萨陀，若佛在体现地，乃至故名佛在地藏。地藏愿，若佛此善趣，优先名德位，以名胜尽心言。若佛在体现地藏，此菩萨所策一切理智行愿。 诸功德藏，即为十方诸佛所称亲切，等无此别。故名如佛界体性遍，得见明法明体。菩萨现无边身明说无边法语，故名法明体。啊，先看到这。 之前说到乐佛寺这三句，是标题显示出这位菩萨的名义而用位次，用来说明圣尽心的意义。乐佛寺体心地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这位的菩萨所称得的一切，呃。 所证理能正智，行山愿海，诸多功德的保障，就是跟十方诸佛所证得的境界是平等，没有差别，所以就叫做如佛界体现地。 其他的经典又称作法云天，那么菩萨到这这一殿，也就第十殿啊，他修行功德圆满啊，唯独是教化利益众生，所以他就显现无边的生源啊。 那么，宣说无边的法语，来普遍应佛法界众生，指令众生皆能获得利益。所以就叫做法云的。其大非空等者，三明路佛境界，以显出无见心也。 其大会空等等，就是上述说明六缘正如佛的境界，用来显现安坐在无间心的意义。其大会空者，其上空空复空空会门，其空即空,空，空,空亦复空，如是之空。 如虚空性等变化者，此其大圆无空你去圆起，乃其法身境界。法身无相，实幻平等。故言其大悲空空亦复空，空亦复空，即如虚空性也。啊，心看透彻。 其大会空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这种的佛界，也就是六佛界、体心片，就是上头第八界，有讲到空空复空空的这种大空会门，其空即空这种的大空会门到这里。 就是，呃，穷尽到几点了？那么就空，又在空，就无空可空了。也就是说，这种的大会空之空，无空，不同于完虚空无所有断灭之空。 无论是怎么样呢，这种的空是如虚空性，但是平龙周片具悉不样无欠无剩的这种空性，但是平等周片法界这种也就是大圆镜智跟无过失，真如理法体趣。 圆满自极的情形，乃就是法身的境界。法身它是没有形象的。那么十方法界都是平等平等，所以说其大为空，空亦复空，空亦复空即如虚空性的情形。 平等次有如来性者，此其平等性智，自趣圆明，乃其报生境界。以是报身而正法身，故缘有如来性。平等次有如来性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。 这个就是所谓的平等性质但是智慧的积确到达圆满光明的地步，那就是报身的境界。因为这一种的报身而能够进一步真的法身，所以说有如来性。 所以说，平等次有无赖性。十功德品去除者，此其成熟次次；而功德具缘成，乃即发生亲切。而此发生以修出波罗蜜而成，故云十功德品去除。啊，十功德品去除是什么意思？啊？ 啊，简单说，也就是说，这位的菩萨进入这一点，他就能够获得十功德号圆满去处那么，这种也就是遵守错序。然而，他的这种功德法的积聚是圆满成就了，那就是化身的境界。然而，这种的化身。 但是修习诸多的波罗蜜而成就的，所以少十功德品去除。空同一相等者，世上十功德品。一名菩萨三生圆显，十号其章不即不离之意，和名十功德品。啊，一则如来空同一相。 体性无为，此二俱者，显本法身，依本法身如来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犹落虚空，无有色相，别相见故，以是体性本质无为，离别施作，故名空同异相，彼性无为是也。身虽体异。 发动法同法性，此二趣者，先报身佛为应身佛，以报化佛神妙不测，宣彻灵通，应周三千，体体体无数，而首先身即是法身，是以心佛众生平等平等，说明神续体一，发动法同法性。 无名如来，好，先看报纸空同一相等等，这个体是上头的十功德品，用来说明菩萨化报化三生圆满显现十种的呃这个圣号。 一起张扬开来，它是不急也不离的这种意义。那什么叫做十功德品呢、啊？第一种就是如来。那么，未讲到十功德品之前，我们先加以说明。讲到佛的十种通号，在成实论。 他是以无上士跟调御丈夫把它合成一一种，佛世尊他分成两颗，分成两颗，啊，意思就是说他的地位是极为无上，不能圆满调调理众生的缘故。 这个就是成实论是如此，假如大智度论，而是以无上色跟调御丈夫把它开成两颗，和世尊把它合成一颗，意思就是说，世尊就是总和，因为他去除上土的时候，那么啊，四出四天。 方可称为独尊的轮库，独尊的轮库啊，这个就是首先这么说明，在这个论品上啊，有的时候，那么其实有开合的不同，开合的不同。那么我们这一部的范文清啊，他是无上是呃。啊 这个法王金无上士跟调御丈夫啊是分开来，佛世尊是合起来的，啊，跟大慈度论的情形是一样的。好，接着我们就一一的说明。一则，那么什么叫做十功德品呢？第一，第一就是如来。 空同一相，体现无为这两切，啊，就显现根本的法身。因为根本的法身如来，而是无所从来，啊，却也无所去，一次又游游罗虚空，没有色相，得不相见的轮廓。 法身就没有色相、别物相见哦。那么这个就是啊，我们来听慧公讲课《大乘大圣起现论》啊，里头也有说到的《大圣起现论》啊，怎么说到的？他就是说、啊：“若离业色则无见相。” 以诸佛法身无有彼此色相别相见故。什么叫做若离意识则无见相？以诸佛法身无有彼此色相别相见故呢？啊，根据知情安山大师的知前，那就解释说。 上头所说，一夜是所见的，乃是报身。这个是游然有所见，因为还没有见到法身的名客。现在说明，假如离开夜色，那么就能够见到法身。因为法身的真体，唯一真心，是断水诸多的对待。 一点也没有色相能手的区别，所以叫做无有这个彼此色相别相见的轮廓。因为凡事可见的，它虽然是非常维细、非常的微妙，只是属于修得手写，这是从迷惑当中。 返回觉悟的情形，所以还不能够远离能所的色相，而这种的法身真体，乃是我们一心的真正的源头啊！不属于迷雾的情形，无假借因缘所生的啊，不假借因缘所生的，所以大家没有彼此色相，别互相见。 那边过了，啊，那么正是可以说明这个地方的道理，哈。这个叫做无有色相得相信过，也是体现，因为这一种的体现，本来自己啊，自自然然的都是无为啊，没有造错啊，是愿你为失色造错。 所以叫做空同一象，体现无为啊，就是。觉得神髓体依法同法现这两句是什么意思？但是显现报生佛跟应生佛的情形，因为报发生佛，但是神节微妙不可测度。什么叫做神节？ 不假借原力，他就能够观照；不必施虑，他就能了知。这个叫做神解，所以是神解微妙，不可测度。它是虚极动彻，明明通达，众生周遍沙界有所感，所谓的菩萨啊，感应就周遍整个。 恒河沙的世界所以它的体现是没有差别的，没有差别。然而所所显现的身，所显现的报身、化身，当下就是法身。你，所以，心佛众生这三者是三无差别，是平等平等。 所以说，生随体一，化同法性，所以称作如来。二则硬空，为其因顺是地二地共也。是地有四，是地：一、生闻人，乃应生灭是地；二、缘觉人。 即因无作是地，三菩萨人以应无生是地，四如来者以应无量是地。二弟即是真地熟地，以如来无处就近，二时永亡，万恨元尘无悔俱处，原因是第二地之空。 乃至今生死轮，真如实气，即以四谛二谛之法滋养法身，无有二相，普现法界，劳逸众生，是名因功好业。第二种叫做应供，意思就是说，能够。 因为随顺是第二第一法之共。讲到世界有四种的世界，第一场生闻人，乃应为生命世地。第二缘觉人即应无作事体，这里这里哈、啊、怀疑有问题。 人杰人，即应无错是地。这个“无错”这两个字，怀疑有错，不然是什么？依照天台寺四教来讲，天台四教，四教有四殿。那么这个人杰人在这里啊，不妨就啊，把他啊比尼错通通教的。 菩萨，他是无生四谛，前面的圣文人就是藏教菩萨，他是应生命四地，这个没问题。第二，云杰人印无作四地，这个有问题。讲者怀疑他应当是无生四谛，无生四谛，因为无作四谛是云教菩萨的这个四谛法。 那么无作事地应当是如来，配如来比较恰当啊。而他这里就配合缘觉人，认为是有问题。所以第三菩萨人也应无生事地，这个无生也有问题。菩萨人应当应无量事地，无量事地等于别叫菩萨读菩萨法，应无量事地。 的境界。第四，如来者以应无量世谛，应当是应无作世谛，因为无作世谛是最高上的哈。那么这个收获之后，收获之后，我们就解释进一步解释四种的世谛，四种的世谛哈。 所谓的四种四谛，通常说来，藏教就是生灭四谛。藏教是什么啊？也就是《金略论》三藏之教。讲到生灭，这一教它是诠释因缘所生之法，但是有生有灭的情形。讲到四谛，谛也就是省时的意义。 也就是说，声闻之人，他运用虚空观来地生苦集灭道之法，一一都是不希望，这个叫做啊。藏教的生命世界。那么，那么生命世界，第一种就是苦谛，苦就是逼迫为业，有三苦八苦，农统收收起来。 不出三界的生死，生闻之人能够体生生死是实苦，真实是苦，所以叫做苦谛。第二种急谛，急就是召集的意义，意思就是说，生闻之人他能够体生烦恼后业实界，能够照感生死之苦，所以叫做急谛。第三种灭的灭。 也就是寂灭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说，生闻之人既然厌恶生死之苦，他就低声涅槃，实际就是所谓集灭之了，所谓叫做灭的。第四道谛道，也就是能通为业，意思就是说，生闻之人必生必定会知正道世界。 能够通达到涅盘城，所以叫做道地。以上就是解释藏教的生命之地，其次，通教的无声四地。通教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通前面的藏教，也通后面的比较云教。那么讲到无声四谛，也就是说，这叫三圣之人根器比较劣。 所以他就运用体空观，能够体到无无因诸法当体即空，而是如幻如化。所以说，苦无逼迫相，即无和合相，灭无生相，道不二相。所以叫做通教的无生世界。那什么叫做苦无逼迫相啦？这个就是解释苦谛。 意思就是说，嘴角的三圣，啊，运用的惯法比较巧妙的圆括，它能够省时无因生死等苦，当体即空，而没有逼迫之相，所以叫做苦地。接着，第第二极谛即无和合相，也就是说，嘴角的三圣运用惯法比较巧妙的圆括。 能够审视后叶之因，当地健空，啊、呃，能够了达没有后叶和合的相状，所以叫做极地。第三种叫做灭地，所谓灭无生相，意思就是说，最早的三圣运用观法比较巧妙的明破，能够审视五阴生死灯火。 过去本来不生，现在也没有这个灭，所以叫做灭地。所以灭五五生相，叫做灭道地。因为他到地到不二相，到而且他界定会知道，意思就是说，这叫他三圣圣场，运用灌华比较巧妙的免过，所以生死所破之极，能破的圣道。 是同一真空，名而二相，所以叫做道谛，叫做道不二相。以上就是解释通教的无生四谛。接着别教就是无量四谛。什么叫做别教？就是通前面的藏通二窍，也通后边的明窍，啊，别以后边的明窍。啊，别啊。 一窍的北于前面的藏通二窍，也别于后边的明窍，所以叫做北窍。那么，什么叫做无无量世界？意思就是说，这一窍啊，它是属于读菩萨法啊，独独属于菩萨所修之法，菩萨所教化的众生，既然是无量无边，而他所运用的法门。 也就无量无边啊，所以他所运用法门亦不如是，所以叫做苦有无量相，苦也有无量相哦。因为十法界的果报都不相同的边故，集也有无量相，因为五处烦恼不相同的边故，道有无量相，恒沙法门不同的边故，灭也有无量相，诸波罗蜜不同的。 严苦，啊，那么讲到苦谛啊，苦这一叫的菩萨啊？啊，地生十界众生生死诸苦，一一都不希望的，所以叫做苦谛。第二提这一叫的菩萨？地生十界众生的苦业，而、啊、真实能够照看生死之苦，所以叫做提谛。第三种道谛。 雷教的菩萨地神无量的道化，十七能够自利利他，所以叫做道谛。接着，呃，灭这一教的菩萨地神六度之心，真实能够证明涅盘寂灭之地，所以叫做灭地。以上就是解释。雷教的无量是地，接着，人教的无作是地。人教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雷教。 啊、这个所修之法，它是四力无碍，佛法能够圆能护色。的情形讲到五种世界、啊，大圣的菩萨圆满关照一切诸法，事事当下就是离体，没有造错。所以说，因路皆如，无苦可舍，成老本清净。 无疾可除，边邪皆中正，无道可修，生死即涅槃；无灭可断，啊！那么先说到，先说到苦谛，苦谛也就是因路皆路，无苦可舍。意思就是说，真教的菩萨能够提升五阴十二路之法，当下就是。 多就是真多，实际没有苦相可少，所以叫做苦地叫做阴路天路，无苦可少，这个叫苦地第二，极地，极地什么？成老本清净，无集可除。意思就是说，这叫的菩萨，地上一切烦恼尘劳，他提心本来都是清净。 实际没有招感生死的相创，没有遭提生死的相创，所以叫做极地。第三种道地，道地也叫，边邪皆中称，无道可修。意思就是说，这叫做菩萨。地生一切诸法，当下就是中道第一义谛。所谓一色一相，无非中道，所以他能够。 啊！愿你恶边而、啊、种种的邪见、实际没有烦恼之后可断除，也、哎、没有菩提之道可修，所以叫做道地。这个叫做边邪皆中断，无道可修。这在灭地啊，生死即涅盘，无灭可趁。意思就是说，这叫做不萨。 绿神生死涅盘体现原来不是两样。真实没有生死逼迫之苦可以断除，也没有涅盘之极灭可乐啊，这种安乐可正常，所以叫做密地。以上有解释过四种呃四地四种四地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一下文，啊，下文。 所谓的啊，这个呃，四种四谛：第一，声闻人乃应生命是谛；第二，缘觉人啊，应当他是应无生是谛；菩萨人以应无量是谛啊；第四，如来以应无作是谛啊。那我们就这么这个把他呃，这个怀疑啊,、这个、啊，他有错，把他。 一套天台的教理，把它稍微啊有变更，做解释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二谛。二谛即是真谛、俗谛啊，这个我们常常说啊。一如来，因为如来是无住的烦恼和究竟的灭尽了。二种的生死，混乱变异生死，永远、啊、灭亡。 所以，六度万嗯圆满成就，无慧不得智慧具备诸处，他能够圆满因于四谛、二谛法之空，乃至能够穷尽无始生死这种轮界，穷尽真如实体。 究竟金刚之轮切，哎，就是以应用四第二地之法来滋养化身，弥勒两种相传普遍显现于十方法界，劳益一体众生，所以叫做因公号。因公号，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三。 三者正辨之，其义有二：一者辨之，即以能正政,政策、基本守册一切顺序都去；周边普覆一切之中，了知一切难尽诸法，若有若无，一切身还更新慈悲缘起之事，无不明了，是名辨之。 二场正持为其秒次，一体出发，揭露实现无二法库，是名正词恶意合言？是名正辩词也。第三种叫做第三种的称号叫做正辩词。它的一义又可以分成两层。 分成两个，第一就是变质。什么叫做变质？也就是运用能挣得这种政策，政策也就是根本策。以及啊，这个从本月啊，从这个根本策所流出啊，所挣得了一切，剩下都是基本手册。 从根本所证得一切剩下都知，也就是佛陀知，佛陀知，能够作遍普破一切的十方法界当中，法界当中了知一切的让我清净一切诸法，或者有或者没有，一切生缘反复啊，更新差别引起的这些事项，没有不清楚。 了了的，明明了了的，所以哎，这个叫做辩词，第二种叫做正词，意思就是，啊，意思就是，他能够明了知道一切诸法而如也，真如实相没有二法那边苦，跟真如实相没有两样。 当下就是气度，真如实相，所以就无二法库。这个就叫做正治这两种意义合起来说，所以叫做正遍子。接着第色，明行者，明即三明，行即万行，为从因地方以智慧，明明修行，万行樱花智慧光明。 质朴朴实，不为恶言，圆满去者，所以称两头村。故云民行足也。第四种叫做民行足，民也就是,民民也就是民也民民三民，那什么叫做三民？也就是素命、民、天眼民、肉体民，这三民。好，那什么叫做素命、民？ 意思就是说，啊，只了知过去受生受生的事，这个叫做宿命通；，但又能够了知过去事，从一生一直到不千万神，如是心，如是命，如是受苦受乐等等的事项，都能够了知，这个叫做宿命明。第二天眼明。 意思就是说，只看到食指而生彼，这个叫做天眼通；又能够见到我及众生死的时候、生的时候，与其生可以所造作善恶的这些行为，或者生到善到恶道，都能够看到，这个叫做天眼明。第三种六亲明，意思就是说，众生因为三界见思的烦恼。 所以叫堕落于生死苦海当中，这所以称作落啊。唯独阿罗汉真的呃断除了、啊、三界见思和穷见啊，而能够获得神通，所以叫做落净土。又能够呢了知啊落尽以后、啊、更加不受于生死啊，所以叫做落净 这个以上就是解释三明。这条行行也就是万行，六度万行，意思就是说，从阴天，这位的菩萨从阴地发心，运用智慧，明明修行。这个明明什么意思？明上头的明指死觉，下头的明是主体个本觉。那么明明也就是死觉和复本觉。 的意思，那么明明也可以称作慧足，下头的修行也称作福足啊，福足，所以叫福慧二处福慧二足叫做明明修行啊。那么明明修行六度万恨的樱花，啊，还有智慧的光明啊，到达佛果的时候，无会两种的庄严。 都圆满去除，无的智慧两种庄严圆满去除，所以就称作两足尊。因此，啊，因此此刻就称为明行足。接着，无者善事为三往返三界，四趣受身，出家入山修行成道专法，转法依法众生，四趣涅槃。 直来三世诸佛道法，佛佛道同，古佛一色，法同现佛法也。佛去时善善因缘而来，是从正觉正确而来，十无所从去来吉祥，是名善善也。o、哦、善善也就是善事啊，无得第五就是善事。 意思就是说，三人能够往还于三界，而是现受山，出家入山来修行圣道，成就无上道法，转无上法轮，用来教化众有缘的众生，有缘众生多天，就是现入于涅槃。这种乃是三世诸佛的道法。 每一尊佛，每一尊佛，这种道法都相同的啊，所以这是古佛的一种仪式。那么现在教法相同于过去佛的这种法度。佛去死善善怎么叫做佛去死善善呢？也就是说啊，佛啊啊啊。 原毕就去了，视线路于内盘，难道啊！却却无所无所自却，这个叫做推辞善善啊。那么下头下头啊，就讲到来时善善的情形，下头就讲到来时善善了。什么来时善善，也就是 因众生的机面而来，事先成就无上正确而来，啊，其实来实际无所从来啊！所以小头就综合上文去时善善，来时善善，所以叫做去来吉祥，来去都是吉吉祥,祥祥的，所以叫做善善。 这个就是善事啊！六场世间前，为是地人能行诸佛善善上德，以是现身入世间，世间中光色教示，开化众生，使诸众生血土结息，越息等佛，名世间解脱也。 叫啥？第六叫做四天，现，四天现啊！意思就是说，第一的菩萨人呢、啊，他能够例行修行诸佛上善,善的这种上善,善的功德以此来显现身形。 入于世间当中，广泛的呃施舍呃这个教身之法，来开导教化众生，使令一切众生能够解脱结识习气，有落诸业系呃呃这个所禅，呃所束佛。等等呃、啊、这个禅佛。 所一系错等等，呃，这种参悔。那么现在路一佛道的名廓，所以叫做世间系统。啊，是令路一佛道的名廓，所以叫做世间系统。啊，当时众生能够解脱一切的啊，即使一切烦恼种种的参悔，是令路一佛道的名廓，所以叫做世间系统、啊。 对的，其他无上士，为是圣人，能为一切法善，如佛为神，一心如佛，是以大事行错，一切事中悉破，无能过者，名无上士也。第七就讲到无上士，意思就是说。 这位大的圣人，能够在一切法之上显现法性的真理，又能够入一佛的微尘，显现法全身，他的身形威仪又如同佛一样啊，所啊所以了啊，这是应 大士所行之处，这是大菩萨所行之处哦。我们看到大菩萨，他看到他的面容，我们这个浮躁之气自然就消尽了。那所以，我菩萨在在处处不能够十年，啊一切世界当中的众生。 能够获得系统，没有超过在上头的啊，没有超过在他上头的，所以叫做无上师。无上师，接着第八调御丈夫调为调理，如能依则三条一切重病月为驾月，如上越则。 善智相马，世尊乃是三界一亡四身持破，善能除出众生身心恶病，使出众生离苦得乐。三调善欲而恒顺之，免调御丈夫也。第八就是调欲丈夫。 调也就是调理的意思，啊，那么啊，就如同能够善于一治终身毛病的这种、啊、大医王了，善于理、啊、一切终身许许多多的这个病症，这个月也就是治愈的意思，就如同。 善于驾驭车马之人，他能够善于调策这个相马，使令相马很这个调顺，心情很柔顺。随着御者之意，要到哪边就到哪边。那我们世尊一佛如来乃是三界呃众生的大帝王。 也是代转世化世山众生的大慈父、啊、三善能够免除一切众生身心两种的疾病、思念，诸多众生能够远离苦恼，获得安乐。所以三你调理，三你教育。 而恒常随顺众生，所以叫做调御丈夫。九者天人师，未比天上人间，四种八部众生教化一切众生，能使一一知受法言，身体破一，名天人师也。 第九叫做天人说，意思就是说，在于天上人间啊，是从八部众当中啊，天龙八部众当中，能够教化一切的众生，能够使念一一众生来这个滋味，听说正法的言教。 生生能够悟解啊，开悟理解，获得广大利益，叫做偏人师。实则佛世专为妙本无二者，即信觉妙明，本觉明妙，以是性妙本觉无二无相。 无信玄学充满法界，不即不离，不随不变，常常大满，其中妙本无二，基本法身。无信玄学即是应身，常常大满，乃其报身。一名自觉觉他觉醒圆满，三生圆缺。 三觉果园，果满，乃名曰佛，能使一切众生礼拜过、尊敬过，乃名是尊。恶意和言？故名佛是尊也。先看到这，第四层叫做佛是尊，意思就是说。 妙本无二，妙本无二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心觉妙明，本觉明妙的意思。那么这两句是出于《大菩提所能言经》的这个经文，它是在圣经本的合订本四百五十三页，四百五十三页。那么就讲给诸位。 啊，听一听，四百五十三。那么这是你个，我们就依照员工的讲义啊，解释给诸位听，什么叫做尽觉妙明？ 本觉明妙，啊！那么这个经文它是这样子说：如常不闻，如来宣说，心觉妙明，本觉明妙。乌龙那言为南世尊，我常闻佛宣说事业。 这个是什么意思、啊？说你常常没有听闻如来这么宣说吗？宣说什么？性觉妙明，本觉明妙。什么叫做性觉妙明，本觉明妙？性觉，本觉。 原来就是一种的真觉，信你个就在就,就,、啊啊、就在一真如铁，一真的离铁，就在一真离体来说，称作信，要做信趣，要做信哈。那么本觉，本觉明妙的本觉，本也就是表示。 天然原来就去除的，叫做本。他不牵涉于世相的这种作用，也没有讨论到修为的情形。它乃是一切万法的真正源头，这个叫做本。那么什么叫做妙明明妙呢、啊？妙明明妙、哦。 乃就是吉而长造，造而长起，庙名注重就在“名”这个字，民庙注重就在“庙”这颗字。庙名庙也就是吉的意思，民也就是造的意思，就是吉而长造，明庙也就是造而长起。那么庙它是真如本性不变之体，这个就是叫做吉。 这个名就是正如本性随缘的作用，所以叫做造。那么这种的名，也就只是你去理性上走去的照应，不是所以事想上的，是照的情形。那么佛陀举出这两两句话。 性觉妙明，本觉明妙，它具足有圣圣的意义第一，就显现出无名万法离此就没有意义脱了。第二，显现出急造是而本具的。难道假啊啊假，难道还要假借这个万明吗？不需要。 所以晓得富罗那春草就是说为兰世春，为兰就是应诺支持，因为哦对对是的，是春。我常闻佛宣说之意，我常常听闻佛宣说其中的意义，也就是心觉妙明，本觉明妙的这个意义。啊，这个就就是解释这两句哈，心觉妙明。 本觉明妙，接着我们再看下文：一是性妙本觉无二无相啊，一是因为这种的性妙本觉，但是不是两样？而且它也是无相的，也是无相的。 佛性全，玄洁，充满法切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这位的菩萨，他佛性的本体、啊、玄洁的这种妙用，是充满于十方法切，是不即也不离哦，他也不随缘，也不变意的。 是长长大满，是恒长广大充满，是无欠无余。这当中有本无二，就是本来的、本有的这个法身。那么佛性神绝，就是因身。 常常大满乃就是报萨，那么也叫做自觉觉他，觉醒圆满，自觉、哦，鉴别凡夫的不觉，觉他，鉴别恶善，只是自觉而不能觉他，觉醒圆满。 准别菩萨、啊，他虽然自觉觉他，但是觉醒未能够圆满。所以三生圆满具足，我报化三生圆满具足，自觉觉他觉醒圆满，这种果德圆满了，所以才称作佛，乃能够称作佛，能够使令一切众生安。 无论世间出世间的行善，这些的众生来顶礼、瞻拜的民国，尊重恭敬的民国，来能够叫做世尊。所以这两种意义合起来说，所以称作佛世尊。接着下,下文：三月时候之夜。 下面路佛界地之业，六驱路六业，谓一切世人之所奉教，一心归命，以有归觉路库，是为佛殿，因此佛界能增长一体众生法身慧命，佛界叫苗故名佛殿。 是地中一切圣人之所入处，故名佛切地。恶意合言？故所言入佛切地。先看到这上头说明十种的尊号而已。 也就是功德品一种尊号的意义，下头正是说明如佛戒地的意义。若也就是取乐，意思就是说啊，因为一切的世间之人能够知听听说啊，依教奉行啊，他的所所开始的教法一心一意的呃归命。啊 将整个生生心性念都归投他了，啊，已有归则路过，啊，那么啊啊，因为他是有所归向无上正等正觉这种正道之路的边故，这个就叫做佛地，意思就是说。 这种的菩提，能够增长一切众生法身的慧命，无上菩提的这种叫妙，加苗、加妙，苗芽，所以叫做菩提。在地当中，它是一切圣人所震怒的触手，所以叫做菩提地。所以两种意义合起来说，所以说。 前面首先的经文就讲到：入伍佛界地，记得南王不落清年十方法界一切如来皆以此门而得成佛。若言为此得成佛者，是某所说，非是佛说。故云一切圣恩之所如出也。南无不亲青年十方的法界。 一切如来，一切诸佛，都是一笔这种的法门，呃，能够成就无上佛果。假如说超越这种的，呃、啊，规则法式，能够成就无上佛道的话，这个就是诸陀魔王所先说，就不是佛陀所说的。所以说，一切圣人之所入处，何处缘？ 少婆职位，二太婆说：“故名卢婆切地，慈因妙缘，护内盆海，故一名法云地。前八地通，第十空门名为空空父空空慧门。今并此大会而不空此，正如虚空性平等处。故得时候供他阶席去除也，心看到这儿何处。合作解释说。” 娑婆之位，那是佛的这种无上的职位，不在不落落叶，不的树木，所以叫做六佛皆地。这种大慈之心啊，它能够引获众生微妙的声名来覆盖涅盘之海，所以就也称作。 华严殿前面第八地等中，第十种空门，称作空空护空空慧门。现在并啊，就连这种别看广大空会而悟空之，而又把它空起了，而正当如虚空现的这种平等者。 所以能够获得十号的功德，而完全去除圆满。空洞一象等者是什么？就是真空之策与实相之理无二。其体性其实无为，其神虚通，其体依实。此三缺名为如液。所有一切诸法，无不皆通法性。此缺。 名为来业，应顺四种四谛及增熟二谛，尽二种生时之轮切，华养之次，与法生之理无二。此则恒受第一法供养乐，名应供养。先看到这空同一相等等，也就是真空的这种智慧。 真空的智慧，一切跟这个呃真如实相的离体是没有呃两相的，没有两相的，就是如如，有如如，一如无二如，它的体现，它的本体性分就是无为，不假贴，实实色造作的。 其神虚通，他这种神结神结哦是不错哦，神妙不错哦啊，然而虚结也通的，他的体现就是一时地一时地，哎，且是中道第一一地，那么这是三句，就是说明奴的意义。 所有的一切诸法啊，没有不都同于诸法的本性这一对，就就说明来意。它能够因为随顺四种四体，一体增熟二体，穷净两种生死。的这种轮转，来自样发生的这种自拍跟发生的立体没有两样。那么这种就是。 啊，恒常那是第一法供养的这种妙乐，我也叫做应供。讲到政策，也就是根本策，剩下多策就是慈悲策、慈悲策，也就是福德策。根本也就是正的意义，慈悲，也就是变的意义。 那么讲到明明是什么啊？上头的明这个字就是死权，下头的明这个字就是本权，死权合乎本权，所以叫做明明。讲到修，就是称和信德的这种利用，这个叫做修。讲讲到行，就是信德最足的公道，叫做行。从信德而身体修修修德啊。 啊，以这个修德而来显现性性德，所以叫做修行。那么初地分者，恩精归九境，故称为初。初地它是分尘发生，现在就归九境了，所以就称为足，足有这个满足的意思。善是善是佛法者，是就是路的意义啊。 法同仙佛法啊啊，法同仙佛法佛者，这个就是诸家剧透不一样的情形，不是错误的啊。诸家的剧透不一样、啊，但是法同仙佛法佛者是这样的意思，就是说，虽然是印花啊，无方无手，然而他的仪则鬼事啊，都能够同于过去诸佛的法身，没有两样。 或者视线落于涅槃，这个叫做去；或者是线啊，视线升到人世间，这个就是来。妙不，是去离去提他，所以啊，是善而又善，称作善善。又问道：你你无来去，来去随机，但可去去，拿名去离？问一句说 在离体来说，理性来讲，但是无来无去，而它有来有去，是随顺众生的记忆。那么这样子来说，就只可以说是契机。哪里说它也是气机呢、啊？为他说：你无来去，亦无不来不去，但念契机即是气机，又是来是去，故契机。 来无来相，去无去相，故弃离也。若藏教菩萨，未能来度众生，不能去此涅槃，纵令弃离，终不弃离；若二乘之人，未能去此涅槃，不能来度众生，众令弃离，终不弃弃。若多恶因持，既不弃离，亦不弃弃，不能戒戒戒外弃过，既不弃弃，亦不弃离。 以为他无处涅槃，唯存偏空，不近理性苦，又全教大事，随便能四去四来，但出巧虽起空，入空虽弃巧，亦不得名善刹，经不起灭病，现出威仪，是威仪中心藏在变。如民为子在天，谁听引性而飞来，谁谁说引王而飞去，乃名。 去来解散散也，请看透彻。他就回答：“啊，说你先本来哎，没有来也没有去，哎没有不来不去，只要实力能够去累终生的记忆，就是气力了。又查，事先来事先去，所以是契机。来没有来的相撞，去。” 离去也没有去的相状，所以是去。假如证得了菩萨，唯独能够前来度化众生，不能去啊，到达涅槃。假如二圣之年，唯能够。 去此涅槃，不能够来度众生；众然舍命去也，终究不能够去取。啊，若总而言之，假若赤头而来说的话，既然不去离，也就不去去，因为他不能够接引三界外众生去的缘故；既然不去去，也就不去离，因为未能够通达无处涅槃。 他只证他平等涅盘，就不能够穷尽理性的缘故，又找全球的这个菩萨，虽然普遍能够实现，却实现来啊，但是他只能够出家度化众生。出家啊，必须要从空而起。那么入空的话，他必须要弃这个家。那么这样子也不能够称作善善。 现在他，他的啊，他能够不起没进定而显现出头的位移，在心处做过，是位于当中，心常常在听，就如同明月啊啊在天上啊，只要耳、啊、水听的话，明月的影子就显现。然而，明月却没有来到水中。那、啊、假如这个。 呃，河、啊、水了啊、哦，或者海水，种草。假如过草啊，别人它就消亡，然而却不是理却，这样子再跳到起来，又跳到山上,上。但是行我也是天蝎座，应当就说、是、也无上色，文丑无恶。这个，因为前面我们的经文。 前面的经文哈，我们请翻到前面经文。前面的经文在哪边呢、啊？在一百九十七页倒数第三行啊，倒数第三行。从倒数倒数第四行最后一个字看起：世人一天晚上如何为神一心如何大事行策。 维识天系统，这里维识天系统在直接本、在合作本，它都是维识天系统。然而古机记的本，它是唯无上市啊。那么合作本、直接本，它经文都没有改，没有改。所以我们是依照合作本、直接本，所以也没有改。但是这里我一大师在解释。 他就把它解释成为世间解脱是错误，应当是无上士。所以前面经文也不要改它，后边我们知道就可以，就可以。所以因缘为无上色，啊，所谓世间解脱应该说是，所以无上色，这个就是经文有错误怕了，错误怕了啊。 那么妙本无二者，妙本无二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此觉微妙能够契合本节而没有二相。常常大满是什么意思？所谓的究天满足，一切是人之手奉巧所谓啊，过去佛地产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此地自下地来看待他的话，也称托佛。 下地的菩萨看这一地，他也看啊、呃，看成是佛，是一切圣人之所入处，所以调做佛第一个清醒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一地乃是成佛的一个静音，最静之修音，所以诶称作菩萨，称作菩萨。好，接着我们就看这古七七啊，古七七原 第十地中取仓，缘度无见者，受持为阔。此地行中有二：行功德阔，行胜利阔。此处也。先出体用，言道会空。然二空用亦复空。故言空空复空，复空。 所取能切，即平等空，故言如虚空性平等次有可得性，实得去除此种飘逸，实则十号，一则如来清净法界，一向无为，其中法身神虚体也，一切事法名同法性，无所取来。 名如来窟，能京举叶莫后片面。啊，请看图解。古体间就解释说，第十题当中，标举章段，说到入佛界的情形，也就是说佛职位的边客，其次最低的形象当中。 有两个科串，也就是行功德的名课，行胜利的名课。这里就讲到最初，首先就说出体现妙用来说到大空会，然而这二空的妙用亦复空绝，所以说空空复空复空。 所取能取，既然是平等，都空德，所以说如是空德平等是有这种功德的体现，是功德曲折。是功德品曲折，这是龙种的标记。讲到实则，也就是实后的意思。第一种就是如来。 清净法界，它是一项一项就是无相，它也无所造作，无所施舍，啊，不想不假作为的；而在当中的法身，它是神妙虚体，而体性是一味的，一切它是象之法。 阿弥陀佛，和同也，真如法现，啊，无所去来，啊，去无所去，来无所来，所以叫做如来的名号。然而经文标取出一页，幕后哦，都是配合他的名称，二者就是应号。 自印顺现，断因不受迫有，法身无二，因真法两阔。先看到这，第二就是印空的尊号，这种的自得是因为随顺心意的境界啊，这种顺现种种的顺现断得。 是随顺也，相应也，不受后有。法身无二是相应也，这个正法养阔，真正法身而滋养他的这个养阔。善察正变质，也就是正变之能够辩护有钱及其事事，周此出发。 机有情况正确所知名为正知；无所染着，名胜系统是第三就是正变策普遍覆盖有情众生、有情的世间，以及气世间种种的事项，啊，能够周遍了知一切诸法以及有情众生的名况。 无上正觉所了知的，又称作正智，他一点难污之毒也没有，叫做圣解图智。是者啊，明行者因行增眠，以道满克，因地修行一直增上，一直的能够呃显明，已经到达圆满的圆克，无则善事。 善事比善事，佛法其首次法同一善佛，佛去世时多有守业，人去世善善来现世时亦有守业，人来时善,善善民善善察皆善事也。讲到地薄善色，也就能够善事缘善事的佛法。 其手到达之法，手到达修正到达之法，都是同源过去的诸佛。我去啊，离去世间的时候，是大多有所利益众生呐。所以呢，众生的机缘完毕了，呃，他离去离去的时候，呃、啊，就是散散。 众生的机缘成熟啦，有前来应现世间的时候，也是有所利益的。所以说，来时也是善善，而称为善善这个就是解释善事的名称：六场世间线菩萨修贤，上首五种头，恨入世天冲教化众生。 令血头脱。第六叫做世间现，世间系统，啊！菩萨修行上头所说五种的德和安，易世间当中，来教化众生，使令众生都能够获得系统的名号。七者无上色，诸行法善，路微神，是佛所行。 以异行出过，第七无上色诸行法法之上，诸多行法啊，这个善恶而,而又善，他能够入一佛的微尘，跟佛一样啊，他所行的接一行啊，皆同异行啊。 他的身形威仪跟佛陀是一样的，贫哭，而这是大势所所行之处的贫哭，这个“一”一，你看，啊，就是“一”的意思，在这里就做“一”的意思。但是他原文是写这个字。八叉调皮丈夫。 为世间谢脱啊，为世间谢脱调顺众生，刚强烦恼苦，什么啊？就什么叫做调御丈夫呢？那就是为了世间谢脱，能够啊，调理随顺一体众生，将刚强烦恼都调服啊。 未测的这个名库，九者天人师，匕手之手法言啊，匕首之手法言师库。第九就是天人师，别，也就是一体众生手从之问听说，中华的言教而称为。 这个天人师的名库，实则佛事专案，法生无二，自身恒时大满明佛，一切礼拜极首尊敬，名事尊是尊库。历史叫做佛事专案，法生是没有恶相啊，这个自身恒长这个广大充满。 就称作佛，一切众生礼拜瞻仰，以九法界众生所尊重恭敬的对象，称作世尊的名廓。四、总结是佛之地，名一切世人所求之处，是故此地是绝地也。下地来入一民界地，能持群圣圆满出故。其次。 龙种骑士来解释佛在天，称为一切世间难时受教法的地藏，因此此刻在地就是无上的绝地，啊，就称作绝地。下下地啊的菩萨前来进入，都是进入在地，所以称作在地，他能够受持啊。 全头圣人、啊。啊，那么手到达圆满出手的边廓，这是他第二课叫做结赞，即是赞叹这个法门，又分两科，最初这一科本土主办赞，我们这一土本土的这个说法者，还有说法办，啊，来赞叹；第二他方主办赞。

乃至法身所摩其点是什么意思？直解云：此名究竟圆满正乐妙觉国海以显解脱心也。啊。因而时作宝莲花上如是罗婆及千花上千世家婆，千百亿是家婆。乃至一切诸佛皆为此法名地菩萨所器。 即当成佛，结果庄严等事，欢喜永永乐，同一法身清净光明，往向光所而摩其艇宣转法轮也。好，有什么意思？此帖就说到，这是说明究竟圆满而震乐妙绝无上的果海，用来显现解脱心的意义。说到。 尔时，这宝莲花上如乐，如是如佛以提千花上佛，千世界佛，千百亿世界佛乃至一切诸佛，我给为最位我名地的菩萨受戒，也就是说，当然能够成佛啊！那成佛的这个呃劫数是如何，国度如何庄严等等的事项，而欢喜荣耀。 那么啊，而共同运用化身清净光明往往相的光手，而来摸这位菩萨的头顶，来确认他转这个无上的法轮。其他何处缘而持出宝莲花等，是初登此地正受佛之示。何处就解释说？ 而是做宝莲花等等，就是最初登上这一片啊，这个政策、纳册佛指示佛职位的这种事项。古迹基本第二行圣列啊，第二科段叫做行圣列，十地菩萨坐莲花上，门法生佛。 受体摩顶，实地的菩萨坐在宝莲花之上，门受法生佛来受戒，诸佛以手来摩顶，接他第二课。本土办来赞叹，同恩一次赞叹无二场，直接云：同,同见同一见界，为其同见真如法身实相第一。同学同一实学，为同学菩萨道同说。 观顶持言，也是同学菩萨皆是异口同音赞叹无二也。好，这直接解释说，所谓的同见是同一见解，意思就是说，呃，同啊，共同能够见到真如法身啊，真如法身实相的立体，同学也就是同一思学。 同一伟大的这个啊，师长来学习他，意思就是说，共同学习菩萨道法，共同呃这个受戒啊，获得受戒观点的职位啊，以此之故，同学的菩萨啊，都是啊不同口而共同发出音音声，而来赞叹没有啊两样的情形。

又有百千世界中，乃至虚空藏，化道化门者，自铁面、三眼、受铁，此缘佛及菩萨，同时秦传法轮法，正义广传流通此道，使天上人间化化不绝也。我言此地平原，此地菩萨以志愿烈其大悲愿，现种种身，周旋往还，于意年前。 普遍十方博弈那由他世界，微城国土，演受大法，金砖法轮，与此意互相化名。直接就是解释说，上头受到受戒，而这里就受到我已提菩萨啊，同时请他来转这个法轮的情形，正是啊，想要广泛的流传啊，这个啊。 广泛传言流通这种的菩萨道法，使念天上人间能够呃这个画画，而不断去辗转的教化而不断去的清闲那么《华严经》地品说到最低的菩萨啊，运用自己寺院之力，生前广大啊，这个这种的边缘、啊。 险险种种的生前周旋往返，在一年啊的短暂时间，能够普遍于十方百千啊十方百亿那由他那由他啊万、呃、也就是万万啊万亿头万万，也叫万亿头的千亿。假如是十万为亿，他就是千亿。的这个世界围城的国作。 来，元说王大的教化，精转这个微妙法轮跟其中的意义，可以互相的发明。而祝愿又有不千亿等，是既说佛之佛事；又有不千亿等等，是啊，既然那是佛的啊无上慈悲以后的这个事情。

古提提就解释说：“说到法身的庭前，就如同隔着很亲薄的这个丝织品，这种属于丝织品啊；而来啊看到啊这个这种属于皱杀啊，一种丝织品啊，属于皱杀，啊，看到报身的明故。”

这个法门的轮廓，这他第二；战胜功德，赞叹他有桶殊胜的功德。四地有不可说奇妙法门篇，内测弥佛道统者，知体面知总结显当地功德微妙难强，其特殊胜也，为不但具头虚空藏法道法门而已。 更有不可信是言也。奇妙广大法门篇：奇妙三门，三明智慧门；奇妙三昧定力门；奇妙陀罗尼总持门。此诸法门，非小地菩萨及凡夫心事所能知之,之。为佛与佛，见无量身可心也，乃可尽受其门所谓。 为正乃至难可彻也。好、啊，法华园，为佛与佛，乃能就近诸法实相。与同此处文业如大补中，观音天平所说，十五位与佛道同，而无此别也。今地法门乃十方如来及大菩萨，此处三摩地藏，受用境界。 二、哦、凡我佛的凡身，一闻即义，一教海众，九界心源，四他名观，因切生天，因顶法会，如法修行，同称如来，三摩地藏，无二相也。好，之前就解释说，这个就是龙种解释显现出正当这一点。 菩萨的功德是微妙、难以穷尽的啊！它是特别的，呃，这个殊胜的情形，奇特殊胜的情形。意思就是说，不但不单单是具足虚空藏、啊、教化开导的法门而已哦哦罢了哦哦。 更加的有不可信涉可以的这种奇妙广大法门的品论，奇妙三昧智慧的法门，奇妙三昧正定力的法门，奇妙多罗尼总持的法门，这些出多的法门，并不是下地的菩萨以及往复心涉。 说能够了知的，唯独佛与佛，而显现,现无量的生生业，显现,现无量的苦业，以及显现,现无量的意愿乃可以穷尽甚少他的根源。这个就是所谓的唯正唯独，这个呃正的，乃能够了知，是难可测度的。 为真乃知难可测。那、啊《法华经》说说道：唯独佛与佛，乃能够究竟究竟的穷尽。诸法的实相跟这个意义是相同的。这个地处经文的意义，就如同这个大部梵王金当中，光阴天边，天平首先说十五，十无位 与佛都同，而没有慈悲的精神，心的法门乃是释方如来以及伟大的菩萨，你自己安住在三摩地的正定当中所用的境界、方式我菩的呃去除烦恼的这个王佛，啊，依经文而了,了解里头的意义。

何足言是地有不可收等，是结显德业，如光阴天品下劫对之狂，何足就解释说，是地有不可收等等，就是解释显现出在地菩萨的德用啊，这个德恨也用来，就如同啊，如同光阴天品之下，这个就是解释。

他的毅力是圣真微妙，国天才疏水浅啊，虽然是权力已破，而且每讲前必定礼拜诸佛菩萨，来虔诚求诸佛菩萨加倍如恐有所不周而误之错，无且。 我们诸位长老大德、你是大亲们，慈悲自孝，最后将奖金的功德回向。第一，我们了空老和尚，明天就晚上满圆满一周年的纪念，那就首先回向他老人家，年平赈上。 正愿速来。第二，回向在座的诸位，深安道隆，圆满菩提。最后回向，灾你请修，兵戈，兵戈无用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人心向善，从德礼让，何种不缺，正我久处。 请你无情，同源总子回安乡。嗯